爬山。去哪里爬？硬汉好汉步道。加油！好，是他们要加油。你也要加油，你也要跟拍。小哥，加油！景龙，爬山喽！爬山喽！嗨，陈勋。对，走，我们要，我要攻顶，自己走，我要攻顶，攻起来。不用攻顶啊！攻顶吗？绝攻！绝攻！攻起来！要领攻顶吗？攻攻底，攻底部。小编在旁边休息，居然有人比我慢，脚酸了。硬汉坡嘛，我不是硬汉，我也不是，我是男子汉。加油，子玉！你先看一下后面林晨勋，年轻人，小老弟。哎，年轻人，你怎么那么慢？后面还有一波年轻人，林晨勋、小老弟，你们两个居然比我还慢，加油！这招不想理我了，快走吧，我不要了。阿贝，你好厉害哦！你爬上去又走下来了，对啊，一个礼拜爬三次，你一个运动员输给阿贝，不要这样子讲。我猜想刚那个骆驼，骆驼，骆驼俱乐部，应该蛮多人停在那边的。哎呦呀！等下下去就一个一个抓。骆驼俱乐部。是哦。耶！厉害嘞！这个硬汉。好漂亮哦！哦，天哪，太扯了！这就是观音山，观音山，五号小百岳，海拔高度616公尺。我们花了27分钟。各位硬汉们，我花了7分钟。耶！超赞的，超赞！你们超强，硬汉们，你们是硬汉，怎么那么轻松？我这样哦，再一趟啊，再一趟啊，都很轻松，大家都觉得很轻松。哇，是这样吗？不要下太远了。你上来干嘛？尿尿尿。哦，来了，大家都上来了。哎，太扯了，怎么了，李超？大姐，跟我说。我知道，黄色屋顶，哎，副帮来了，副帮。不是他说，哎，今天刘基宏，他是看到李超吧？他说，今天刘基宏，今天副帮哎，副帮哪个？哎，很确定这样。下面嘞，真的假的？维州上来了，维州你搭电梯哦。我刚刚有没有可以更快一点？我刚刚在扶那个。老哎，太有心，很有心啊。你背他吗？背他吗？用背的吗？为了今年，为了下半年讨个好运，我背了他。哎，168斤。哎，你都不想吃吗？脸摆好。Hello， 你说你是什么代表？就我32岁代表。32岁代表。阿杰兄弟，你是？哎，我是富邦代表。我坚决。怎么样？疲劳，要到，阿伟，怎么样？脸怎么样？哎、欸，不可能，到这边才用跑的。杰，哎、欸，杰克还好。
真的是用金加纳金加纳金加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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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很累、哎、我以为是泰国的呢喂喂哎你们会后悔上面超漂亮的真的上去一下要快哦，要赶快哦！今天好吗？哎、欸，林孝成，脸很稳。孝成，硬汉吧？你是硬汉吗？那你就上去啊！默默的就走上去，那个脚赶快动。也、欸、蛮意外的，蛮多人爬上去的。对哦，为大家。伟忠啊！最意外的是伟忠。先这样讲。天气呢？天气感觉上了一个，太轻坐巴士了。牛奶，还没有跑完，好意思哦。上面漂亮吗？还好，下次不用再来了。下次不用再来这种地方了，巴士比较漂亮。你什么时候超过我自己冲下去？哦，家里了，我们现在就直接找不到你这些人。哎，哦，没有，因为你在等他们。我脚在抖。你在等他们啊？哦，我就先跟智胜、天信、韦恩。嗯，哎，应该可以。我爬到那个，我们爬到那个什么什么弱者俱乐部，就回来了。作者加一。计量挑战，计量挑战。为什么小编要这么辛苦？你也是，没办法、啊，加油了。看一下，小编偷懒。美丽的，这支影片没有破万，你们球迷就该死，该死。